十二年，我们要等到民国七十二年，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变，有多少沧海一夜变成桑田，在这个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里面，成功与失败多少都有一点，清清楚楚写在你的脸上，你是个道道地地的聪明人，慌慌张张迈开你的脚步，你是个匆匆忙忙的现代人，有人默默耕耘默默从事，有人在过着他的太平日子，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明争暗斗，有人在黑夜之中唱啥歌手，一年过了又是新的一年，每一年现代都在传统边缘，在每个新的一年365天，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你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，我们的生命乐得越来越棒，朋友之间变得越来越忙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，苹果价钱卖的每一千高，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，就像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，人们的黑白的人越来越少，会发现只能一些奇迹，只要你抛开一些认知问题，或许你将会